那这边就是这后面是那个水牛庄人文协会房子拆的，就一个这个。我们是新化镇全新里，好，那我们是从永康这边过来，台南这边过来，整个一个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的江南大镇。光庙乡星光社区，星光社区光庙大家知道应该有什么丁什么东西，凤梨竹笋。各位好，我们是嘉义组，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嘉义组的 team 是由我吴淑芳、黄素信、楚汉威、刘德伦、蔡依萍、赖鸿儒、林冠霖、许博汉、陈明慧、王文龙、黄鸿生所组成的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社区的一个大 team 哈。我们是嘉义县东石乡温拉川温拉川。那温拉川如果大家在电视上会看到很多我们的缺失，所以我只要简单报告一下，我们最严重最大的最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就是地层下陷，再来就是淹水。那因为经常的淹水，让我们温拉川的产业一直在萧条，在没落。我们的温拉的农业几乎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的农业，已经都只在修耕种田而已。接下来就是说，人口老化、外流，还有新住民，这个是我们社区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常谈到的就是说，社区呢可能要有一些文化，还有一些文化历史。请问我想为什么发展这些文化解说啦，还是工程解说、生态解说，其实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农村再生推动的三个原则是什么？由下而上，计划导向，软硬兼施。软硬兼施，所以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、一些策略，要有软体的，也要有硬体的。顾问师的培训，不是只有做你自己社区的事情，你从这边所学习到的，你可能要有一个更客观的经验。这么多人来协助一个社区，你以后可能要去协助别的社区，来协助社区做资源的诊断，协助别的社区来做一些资源的探索，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所以解决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个方法。那所以呢，可能还是提醒大家工作坊的时候真的是摆下身段，然后去观察别人在做什么事情，参与到整个讨论的一个过程。关大爷，你来自台南关哪里？新化区。我们这次的农村再生那个顾问师这个部分，你有什么期许？其实我感觉我们水保局办这个农村再生的一些课程，顾问师算是最后一个阶段了。我是感觉应该大家把自己所学的一切应该贡献到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社区，甚至连接附近的社区，甚至像一般的这个城市一样有姐妹市，我们的社区买当跟跨县市做连结，把自己的经验跟别的社区做交换，我相信对咱的这个自己的社区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